兴，云工玉华，承虚顺生。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哼，这白纸仙术乃是大理国皇室传世的不二之秘学仙术，殿下，你都学了整整一年了，竟然还未得其法呀。哎呀师父，我要是如此轻易的就学会了，那还如何彰显我们这祖传秘术的高深和不凡之处呢？莫要强词夺理，今天你若辨不出十只仙鹤的话，休想走出此屋。那您这教的就更不对了，这白纸仙术讲究的便是随心所欲，是信手拈来间的随意创造，你要是横加规矩，岂不是显得呆板而又破坏了这仙术的奥妙吗？我认真了。好啊，认真来。切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变个鹤。您还真以为您教得好呢？哎，殿下，殿下，